扬明 ，TVB 第13届艺员训练班学员。初入 TVB 的扬明很快受到了 TVB 的重用，早年在剧集《娱乐反斗星》中饰演雷霆一角，被称作翻版霆锋，迅速受到关注。亦在2000年获公司派往英国爱丁堡参加第3届世界先生选举，可惜未能获奖。本来事业前景一路向好的他，却因为自己个性的缘故，经常惹上官非，负面新闻不断，如醉酒驾时形势毁坏，两度以茴香卡充当八达通交易失败后，把店内香烟广告箱弄毁泄愤，遭到了 TVB 头衔制裁，多年来只能演一些戏份不重的小角色。 TVB 这几年的离巢期，大量合约艺人离开，使得 TVB 一时无人可用，像黄德斌、金刚、麦长青、敖嘉年等优秀的男配角离巢到内地发展，也有一般面熟名字却不记得名字的，如李天祥、何俊轩、麦嘉伦、曾守明、演出中不幸去世等人离开，使得杨明有了更多的机会。杨明在上年心理追凶饰演了一个有自闭症的电脑奇才，演技备受赞赏，更借此拿到了飞跃进步男艺人奖。除了事业上有了突破外，爱情上杨明也非常稳定，和大马拿督之女庄思明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除了已经播完的《果栏》中的江湖大嫂，